天下的少爷没有啊，这里是哪？白你太坏了，没人穿到底啊，你的猪怎么办？黄金铃啊，不要拍外面了，气散了。你的老公是谁？哈哈哈，老婆，你听我干嘛？我的老婆是谁？几岁？你爸爸的老婆是谁？你要到那个门，等下砍掉你就好了。不要，我们在拍人。OK， 在广告前。黄俊珍到今年一直拍他这个人他讲人家讲才对哈，你看讲哇拜拜来拜拜小松鼠啊，嘿嘿。